大家好，我是何普，我来自阿里云 IoT 物联网络团队。我们在使用运营商的物联网络时，经常要面对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运营商网络信号覆盖不足；第二，运营商网络部署的问题；第三，就是我们有时候也要实现在运营商的网络之间实现一个灾备。那今天这期视频，我将和大伙介绍一下如何在安卓设备下用一张 SIM 卡实现全网通。那么这个 SIM 卡，肯定也不是普通的 SIM 卡，而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语音智能卡。它在一张卡内集成了多家运营商的联网能力。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从零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安卓设备上面如何快速的使用语音卡。那么第一步呢，我们就需要验证语音卡的一个兼容性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安卓是一个定制化极高的一个系统，那么语音卡也是依赖两点安卓的标准能力的。第一，就是要支持 SIM 卡联系人的读写；第二，要支持 SIM 卡的热插拔的一个操作。我们在实际应用中经常会遇到两种设备类型，第一种呢就是硬件方案为 SOC 的这种安卓的设备。就像我手上的这一台手机，它就是 CPU 既做联网的功能，又做主控。那么这类设备呢，在实际的适配中会比较简单，因为它安卓的能力比较齐全，是没有什么兼容性问题的。还有一类设备就是我手上这样一款设备，它是有一个主控，再加一个外接的一个 4G 模组来进行一个联网。那么这种类型的设备呢，往往有比较大的可能性会遇到不兼容的问题。那么，怎么快速的确定我们的设备是否兼容语音卡呢？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验证。那么，验证的工具呢，我们在我们的 IDK 的目录下有提供，在 test 的目录下有一个 mnfast test 这样一个 APK，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一键检测。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第三方的工具进行一个检测。一键检测的话，打开这个 mnfast test 的这个 APP 之后呢，你点击快速检测，然后选好你对应的那个平台，然后进行一个检测就可以了。这里我只对一些检测的一些异常的一个结果进行一个解读。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识别不到 SIM 卡，这种问题呢，往往存在于一些极少的一些高通的一些平台上面，它是存在一个系统本身的一个 bug。如果是高通的，比如 SDM450 这样的 SOC 的这种平台，遇到这个情况的概率是很高的。这时候需要联系我们这边的技术支持，然后提供相关的一个解决这个 bug 的一些 patch 文件。那情况二呢，就是识别不到语音卡，就是说它可以识别到系统插入了 SIM 卡，但是识别不到语音卡。这种情况呢，往往存在于就是我手边的这种加了 4G 模组的这种情况。它本身的原因呢，是因为 4G 模组的拨号库它不支持联系人读的这个功能，导致语音卡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识别。那情况三的话是语音卡的控制错误，就是写入一些命令的时候失败了，那它的原因和情况二也是一致的，也是发生在这种模组的情况下，比较多。那情况四呢，就是说它循环的切网会导致一个失败，那这种情况往往是设备缺乏运营商的卡的热插拔的这种能力导致的。那么我们在这边也是刚才介绍了这些异常情况下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在模组上面，我们也特别强调了很容易遇到。那么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呢？只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替换拨号库。有两种途径来获取这个拨号库。第一，就是使用我们 SDK 内部提供的拨号库。这些拨号库是我们之前找了一些模组厂商，然后解决了他们这些问题之后，他们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拨号库，它是可以直接进行一个替换的。然后第二就是说，通过我们 SDK 提供的一些 patch 文件，有模组厂商协助升级
设备原有的拨号库或者设备将要集成的拨号库。那么当这些拨号库进行升级之后呢，就需要替换到原来的系统的拨号库，然后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验证。然后我介绍一下，这些文件或者拨号库在我们 SDK 的哪些路径下面。首先，在这个 SDK 的模组 Real 库这边有一个对接过模组的列表，在这个列表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是提供的哪些已经验证过的这些模组的拨号库。然后，如果很不幸的是您用的那个模组没有经过我们之前的一个对接，但是呢，它的问题是命中了我们这个常见问题里面的这个模组不兼容的这两点的话，我们是提供了一些代码的一个 patch 来协助模组厂商，我们一起来快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个可以到时候我们拉一个三方的一个群去把这个事情给快速的推进给解决掉的。这里面需要说明的就是，如果你的 4G 模组用的是高通的 MDM9X07 这款平台的话，是很容易出现我刚才说的那两点问题的。然后接下来我和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在你的设备上去替换掉你的原来的一个拨号库进行一个验证。当我们从模组厂商那边拿到已经修复过的拨号库，或者说是拿到了我们 SDK 里面的拨号库之后呢，就需要找一个你已有的一个设备进行一个拨号库的替换和验证。我这里也是有一个安卓的开发版，然后外接了一个 4G 的一个模组，然后它原厂的 Real 也是存在我们刚才提到那两点问题。这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进行一个 Real 库的一个替换。首先我们需要用 ADB 的线连到这个设备上面，然后很多用户他是不清楚自己的拨号库是什么文件的，这里的话可以使用这个命令，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命令看一下，像这个变量就是表示当前系统的拨号库是什么文件，那么我们的拨号库也要替换到这个设备上的这个文件。这里我们用 ADB 的命令直接把拨号库替换到目标文件。替换之后，我们把设备重启一下，然后接着就可以打开刚才介绍的快速检测的 APK， 然后用它来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验证。当它的功能都验证通过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的云音卡了，然后配合我们云卡的 SDK 来实现一些网络选网的一些策略，以及对各个运营商的一个手动的一个指定的一个选择。关于第三步我们遇到兼容问题怎么解决这一部分，我想再额外的补充一下，刚才也介绍了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是发生在一些 4G 模组的情况下，而我们国内目前主流的 Cat4 的 4G 模组呢，可能用的高通的平台比较多，所以我想针对这个平台再额外的补充一些内容。基于高通 MDM9X07 平台的这种 Cat4 的模组，它是很高的概率是出现没有办法支持在安卓系统下面导入或者写入 SIM 卡联系人这个功能的，所以我们是提供了一个patch 文件，就是我现在选中的这个 patch 文件，它是可以供模组厂商来参考，来去快速的修复他们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我们
常见的不兼容的问题就是模组它可能会不支持 SIM 卡的热插拔。也就是说，当它的运营商，比如从移动切换到了联通，它的当前的联通卡的信息并没有同步到安卓的系统内部，这就会导致我们下次切卡，失败。那针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这个 patch 里面也提供了一个复位刷新的一个 patch， 建议模组厂商可以参考它实现，就是在我们进行一个运营商切换之后呢，对模组本身进行一个复位，然后这样才会把整个的一个完整的新的运营商的信息同步到安卓系统内部。在兼容性问题解决以后呢，我们通常还要验证云卡下面各个运营商的联网的功能。那么常见的问题呢，我也在这里总结了一下。因为运营商的网络可能会在更换设备之后进行一个锁卡的动作，所以锁卡会导致没有办法联网。第二种比较常见的是你的测试卡，可能存在没有开户的一个情况。第三就是卡的 NPA 设置存在问题，导致没有办法进行拨号上网。那第四点，如果你用的是定向网络的话，你的白名单也是需要再进行配置的。如果不配置白名单，也是没有办法拨号上网。或者你访问白名单以外的一些域名或者 IP 也是没有办法访问的。然后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您使用的是阿里云物联网络定向产品的话，是需要设置专门的 NPN 才能进行联网的。那如果你用的是公网的定向或者普通的公网的运营商的卡，那是不需要再专门设置 NPN 的。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精彩信息，请扫描二维码，在那里你将看到更多丰富的案例和内容。祝你轻松开启数字之旅。